他们要什么呀？他们就是要一个中国的经验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所以他们可以回去说，我这次去中国，我吃了点鱼香肉丝，麻婆豆腐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翻成英文，他还挺没劲的呢。就是说半天，这么一点什么啊，hot and spicy 豆腐就没意思啊。装不了。 需要他带队了。哎，我还从曹操这儿发现学语言的好办法。你发现没有？他讲话他动作特大，所以他可能学的时候，他一边学一边用动作、用情境或者用这种东西来学。哎，我们现在才知道他怎么学的中文，都是每次比字儿，你知道那个鱼香肉丝。